大摩庄，让你们家福万事兴啊！祖宗有这个财富，让你们大家都好五福临门，发大财。所以我们此时对88盒来一起迎接大摩庄啊！我们要准备饼团了，所以请大家配合一下，我要88位朋友啊，迎头发财到你这里来啊！每个人拿一盒，啊，每个人拿一盒，代表你的诚心啊，代表你的诚心来迎接大摩庄。 至少有500位在现场，我是要88位的朋友来配合，因为大鹏庄看到你们大家手中有这个财经，他自然很开心啊！自然很开心啊！自然会现金银财宝到你的手中，让你们大家不管有没有大财，都让你们迎接发大财，也给你们发大财。来，我们只有88盒了，来把它柜上柜上面。 我是要88位朋友的配合了哈，啊，所有这些10块作为夜华村夜柳柳夜柳一啊，有机会就是做善事，有机会啊来出钱给你给神明啊，有机会给我们这华村作为天庙之星，是一件功德，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，所以请大家拿出你们宝贵的10块钱啊，就是让你们大家。 有这个机会，大家一起加油啊！现在一起在这今年，让你们大家一起加油，让你们大家有好日子过，让你们大家有这个机会得到大和庄的财富，让你们大家都过别年。所以我需要88位在场的朋友的配合，大家一起来啊！奉请这样子大和庄，及时我们的新九年及时降坛，为大家献财宝。 所以我只有88盒，请大家注意，尽量配合一下。哎，有听到报告的朋友，请大家赶快来领取。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希望从年头开始发财到年尾来，啊，每个人都希望有更多的财富来照顾你的家庭，来扩充你的这个事业，来让你们更有这个机会中大奖。所以今天有这个特例，让你们在年头大年初一到年尾，啊。 365天，让你的先天都有财。所以我需要88位朋友来配合。来，看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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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亲手绑着财经送到大佛宫的手中，之后大佛宫为你们加持，加持之后你们财经带回家里，让你们家里都得到大佛宫的这个保佑，五福临门啊，这个财经让你们大家都带来平安好运啊，这边来。所以只有一个10块钱来添油洗尿，这样子可以做事业、做好事，啊，因为这是留来华冠借留基金，华北公给他们好干股变归零，啊，神明归零显神通，让你大家年头到年尾笑口常开，啊，大家赚大钱买马票，给你们拜三拜六。礼拜啊，所购买的发财事，让大家都开头奖。